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嘿，没有想到我会从这边进来吧？嘿，大家好，我是有感笔电，欢迎来到我的实况。今天要来做个全新的系列 Roblox 大挑战，观众在下方留言 Roblox 大挑战冒号你想要的挑战，我就会做你的挑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挑战吧。在 Arsenal 里连杀11个人，笔电一定要看到啊啊啊啊啊，呵呵，喝你妹啦，连杀11个人。好，说认真的话，我在 Arsenal 里面有时候随便玩就可以连杀8个人。我记得我问一下，我随便玩就可以连杀8个人，但是连杀11个人应该可以吧，反正也只多3个人，对不对？我们来试试看吧。Fuck! 怎么办？我觉得我不太可能。Ban! Fuck you! 第一把枪就是这种狙击类型的，我真的很不会。啊！啊！啊！我连死3次，而且是零杀人，这样子算吗？好不好？我连死11次，然后没有杀到人，也算好不好？哦，连死4次没杀到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诅咒，我收到一个诅咒，就是我在拍片的时候玩枪战游戏就会特别烂。你看，居然被这个弹球杀死。一杀，两杀，连两杀了。你看右下角 ，Strike two。好，3连杀，4连杀，5连杀，啊哇，6连杀，可恶 ！OK， 结束了 ，Roblox 大挑战失败，不行啊，这个11连杀真的是太困难了，我再试一次，我再玩一场。5连杀了，6连杀 ，fuck you， 又是他妈6连杀，第一个挑战就失败，我放弃，我投降，我没办法11连杀，至少可能还需要花个一小时才能够11连杀吧，炎风魔 ，I hate you。下一个挑战，用 Noob 的造型杀死一名警察，然后对那个名警察 teabag， 那不是就是我平常在做的事情吗？天哪，这太简单了吧！但在我秀给你们看这结果之前，嘿，各位，我昨天穿插一个小小的广告，感谢那个做夜神模拟器的夜神公司赞助这部影片，我来推广一下他们家做的手机软体 Nuskinner。首先 ，Google Play 搜寻 Nuskinner。打开之后，他们这边可以扫描你手机里面的垃圾，开始扫描。什么？居然有 1.3GB 的垃圾？清理下去，垃圾丢进垃圾桶。哇哦，已清理 1.30GB。另外，他们还很主打一个功能——游戏加速，它能够让你在玩 Roblox 的时候比较顺畅，比较不卡。像我现在点进去，它就开始加速 Roblox 了。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功能是病毒扫描，它可以扫描你手机里面的潜在病毒，然后把它杀掉。总而言之，欢迎点说明栏下方的连结去下载 Nuskinner， 然后在 Google Play 留下5星评价。哦，我看到警察了，就是你了。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你的牺牲。哇，现在好多警察还是一样这么 noob。Teabag 他，哈哈哈，耶！在任何一个是不是用钱让陌生人订阅并按赞。Hi, can you subscribe to my YouTube channel? I will give you 10K for this. 欸，他直接开走了，价钱太低了吗？欸，
No！ 哎、欸，你好，看到我有观众，我好像有观众进来这个伺服器了。你没有说不能叫观众订阅，搞不好说不定我 Roblox 好友他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我去问看他。Hey Elsa， can you subscribe to my YouTube channel？ 他说 I did， 他已经是他订阅过了，那取消订阅啊，取消订阅。I'm subscribed， I'm sub again。You sure 吗？你他中音混杂吗？你确定吗 ？You sure 吗 ？Yes， 我确定。然后我还会给你10000块，好吗 ，Elsa？ 取消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再订阅一次。Done。OK， 太感谢你了。OK， 我给他10000块了。哎、欸，是被拿走了吗？好像被别人拿走了。像那 Elsa 超生气的，在杀刚那个抢走他钱的人。这是吧？我要把他杀死嘞，妖兽嘞！各位观众，不要抢 Elsa 的钱，因为他会拿直升机飞弹射死你。再 jailbreak 说我是 noob， I am noob， 消灭培根头。培根头惹你了吗？你知道我消灭培根头，我就消灭吗？我告诉你，培根头这么可爱，我跟培根头是同一队的。你这真的是太坏了，我喜欢。消灭培根头，虽然他跟我同队的，我消灭他，虽然他是跟我同队的，就是他是培根头啊。消灭培根头，我消灭掉他了，我消灭掉他了，我消灭掉培根头了，再消灭他一次啊！消灭培根，哎、欸，他还活着，他还活着，他今天觉得很巴西，有个队友在杀他。消灭培根头，那我们 noob 是跟培根头合不来的。在 jailbreak 里面成功贿赂一名警察 ，1K for key card， 没有警察接受贿赂的吗？这边这个伺服器里面警察都这么正直吗 ？I want to buy your key card， 啊、哦，我的观众 crash 来了，我的救星 ，1K for a key， 他接受吗 ？I don't want money， no， take my money or die， 我在威胁他，拿走我的钱，不然就把你杀掉了。他选择死亡吗 ？Come on， 没有人接受我的贿赂，我好难过。你有录影吗？我没有在做 Roblox 大挑战。Money for key card， 他有人出10000块。OK， deal， 10000块不是问题。Thank you very much， TY， 我现在给他钱，放下金钱，是被另外一位观众拿走了，真的被另外一位观众拿走了耶。然后这些警察很生气，他没拿到钱，因为被我的观众拿走了。逃狱后，在一个警察面前笑他 noob， 然后逃走，而且不可以开枪，也不能够开车，只能用脚逃走。好，居然我现在拿到贿赂警察，拿到 key card 之后，我就直接来逃狱吧。逃狱，哎、欸，为什么？为什么被电击了？我刚花10000块啊！直接逃狱 ，no！ 耶、yeah, ，我逃狱成功了 ，no！ 而且我家不能开枪，我只能用脚逃走。Oh my god！Oh my god！ 后面的警察感觉很生气。Come on！ 不能开车太过分了吧？后面那个黑人警察还在追我。我感觉他希望他电击不太准。Oh my gosh， 他开始射我了 ！No！ 射别人会害我速度变慢，然后我就被逮捕。OK， 我被杀死，但是其实是成功逃狱，好不好？我被杀死之后就回到了 Criminal Base， 打扮成萨诺斯，对陌生人说：“我的屁眼好痛。”为什么 My butt hurts 不行？打出来，我屁股痛，用中文打也不行。我肛门好痛也，我肛门好痛也不行。看嘛 ，Roblox 连中文的那个 filter 他们都能够处理的这么好哎。然后这个观众说懒觉问号，不是懒觉好吧，是屁股。好，这就可以了，换另外一个中文字，我肛门好痛。我差低。OK， 那我看今天这集 Roblox 大挑战差不多这样子啊，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Roblox 大挑战冒号给我的挑战，然后喜欢这部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帮我点个喜欢，然后订阅我的频道，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 那是有感笔电，我们下部影片见。